终于可以约会了。干嘛呀？送你回家。六万，糊了。苏总好，那个我还有文件落办公室，我去取一下。那个一会儿要不要一起去玩剧本杀？在公司附近。我赶着回家呢。拜拜。难道他们两个没看见？我们还是别拉手了。小鱼，公开吧。为什么？瞧你刚才担心。走。他愿意公开，说明他对我是认真的。可是我这么平凡，而他闪闪发光，他喜欢的应该是吃了人设外卖的我吧。小鱼，你没事吧？你最近怎么了？一会儿有精神一会儿没精神的，前几天还那么大胆，现在怎么就……你不会人格分裂吧？没有。我知道了，还得继续投喂才能让你时刻保持精神。走，吃饭去。怎么了？那你觉得我哪一个样子好啊？不都是你吗？小鱼，你这人格分裂是不是能随时切换？我要不要去医院查一下？如果他发现了真相，一定会对我大失所望吧。小鱼，我闯祸了。怎么了？我知道我平时对你不怎么样，我跟你道歉。这个送给你。不用，我不在意这些。你拿着，小鱼。这次只有你能救我了。我把时间记错了，两个采访约的时间撞在一起了。可我现在就得出门，你能帮帮我吗？可是我只是个画画的，我不会采访。很简单，你就临时发挥，随便聊几句就行。哎，你拜托。哎呀，没时间了，走，赶紧跟我走，来不及了。从来没有采访过，怎么办呀？问直击心灵，比过鲁豫，赛过易立竞。提问者虎视眈眈，访问者闻之色变。就这个。您的外卖。方天琪，我是 TOP 杂志社的。啊，抱歉，公司有规定，我单人不能接受采访，不好意思。你是不敢接受采访吧？你觉得你的出名是靠你的人设吗？那你觉得我是什么人设？我有个同事是你的粉丝，他说你在自作曲里是酷盖的形象，但是在选秀舞台上是阳光犬系的团魂担当。是你自己要这么做，还是公司让你这么做的？
你觉得你的粉丝是喜欢你的人设，还是喜欢你的歌呢？我希望他们是喜欢我的歌，但的确，他们是因为选秀才认识我。那你觉得你的代表作是什么？是选秀舞台吗？你认为呢？抱歉，我没看过你的舞台。那就没什么可聊的了。你是更喜欢现在的生活，还是喜欢过去的生活？我们聊聊吧。过去，我总担心说错话，恐惧结交新朋友，躲在角落里做社交场里的隐身人。但我内心其实喜欢各种有趣的朋友。原来，即使是跟大明星方天琪对话，只要放下防备和成见，对方就能感受到真诚。而聆听，本身就是一种交流。这种感觉，太棒了。谁能告诉我，这是什么？哦，我昨天去，这个是我。No， 这是流量，是知名度，是 money。莉莉啊，还是你厉害的呀，不出手则已，一出手就是大新闻。这可是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流量巨星方天琪呀。哎呀，小 case 啦，不过是利用了些私人关系吧。哎。又帮别人做了次嫁衣。方天琪的采访是谁写的？立马撤下。怎么了，思总？方天琪和自己的经纪公司不和，而且很可能会退出选秀比赛。我们的稿子没有经过他们经纪公司的同意就刊登的话，如果打起官司，影响非常大。但是我已经加印了，怎么搞啊？我记得报选的时候不是这个选题啊，是谁自作主张换掉的？是秦小鱼。不是我不是为了帮你吗？你这是帮我吗？我到时候给你的地址可不是那个，石小鱼，你是不是故意报复我啊？我就是按照你的要求去采访的呀，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就算平时我们不对付，那你最基本的职业精神倒是要有的吧？丽丽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呀。采访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你交给一个拿画笔的呀。小鱼，这件事情还是你责任最大，你怎么好不跟大家讲的呀？现在是追究责任的时候吗？嗯，好，按照刚才我们讲的，可以拟合同了。事情解决了，加印吧。这就解决了？算你走运。打起精神来，池小鱼，不能影响你画画。
对不起，要不是因为我。替女朋友解决麻烦，不是天经地义的吗？犯了错误没关系，下次别再犯就好了。其实不是我的错，哎，那算了，只能怪我太轻易相信别人了。但我真的搞不明白了，大家都在一个办公室工作，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的相处，而是要勾心斗角？我以前呀，也在这种办公室工作过，我的工位是在一个最最不起眼的地方。不过呢，大家的脏活、累活、跑腿的活，都能找到我。而且大家犯的错误，都由我来承担。你也会？嗯，什么叫我也会？不过呢，我后来找到一个办法，可以忘掉一切。什么办法？